大家好，我是红队的白树，然后啊，又见面了。嗯，大家好，我是白队的肖战，又见面了。来，请两位女神跟我们的少年互相认识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谢文泽呀，好久不见啊。挺好看，是不是？哎，你侧面好像是那个霍建华哦。哦，霍建华是谁？啊。很多粉丝骂了。好了，互相认识完了是吧？对，寒暄完了是吧？啊，下面游戏该我给你们讲游戏规则了，好吗？现在你们将进行抢毽子游戏，五局三胜，赢的比赛的少年可以优先进行服装搭配。听明白了吗？黑衣人上道具。明白了吗？我这是不是很丑啊？挺好看的，其实不错，就是把平时搭进去。看一会儿会感觉是的。然后现在呢，让我们的黑衣人给你们做一下测试，记住哦，做一下演示，这是慢动作的演示，好吗？来，黑人就位。先是慢动作的就位，好，啊，慢动作的演示啊，来，一、二、三，开始。OK， 看懂了吗？第二个是比较鸡贼的演示，好吗？来，一、二、三，开始。然而并没有多鸡贼，你们可以再鸡贼一点吗？来，一、二、三，开始。整气不把你开是吗？两位少年们看懂了吗？为什么他老了？看懂了是吧？好，三个黑人下去吧，拜拜。我觉得我高中心会不稳的。现在呢，就要你们两个开始了，好吗？你要玩你对，这回我们是按正常速度玩啊，哦，没有什么慢动作，好吗？来，两位少年请就位。你要屁股把它顶开。来，把毽子放中间啊。没有其他规定哈。就是现来来来，往这边来点，往这边来点，往这边来点。好，非常好。别动啊，正常速度啊！我说三二一，我开始使的时候你们再抢，好吗？来，三，屁股顶，二，屁股顶，就一，开始。没有呀，哇，太棒了！哇，第一轮，没问题，太棒了！你好，我们是五局三胜，接下来继续。没关系，没关系，游戏继续。来，两个女神离远点，我怕撞了你俩呀！来来来，顶他顶他，就是用膝盖的。来来来，往这边点，往这边点，往这边点。啊，白树啊，白树，往前点，往前点。好紧张啊！再往前点，再往前点，再往前一点，再往前。没在中心点呢，行。来，你俩稍微一点。哎呀，干啥呢？来，三、二、一，开始。我使没出来，还没开始呢。哦，再来。屎没出来呢，抢什么呢？嗯，少奶奶屎没出来。就刚才这样。不来啊，来往这边来，白树，好，可以吗？来，三、二、一，开始。再小心，小心，小心！啊，明了，明了，明了。好棒啊，白树！还有最后一局，你如果这一局再赢的话，你就真的是赢了，好吗？五局三胜啊，还让他一局，别是想多玩两局是吗？来，没关系，没关系，放平。还是往白树啊，往前走点。紧张神经。对，来，加油，三、二、一，开始。哇，我已经犯规了吗？哎，谁先拿到了？我算一万。小战，这算犯规吗？小战拿到的。小战踩到了，怎么会算？还算？这样不算，没有办法了，这一把就算我们小战赢，好吧？反正你也说要拿第一名，没有啊，我没有偏心，是因为白树也说要让一局的。我们大都赢，少奶奶是最公正的了，是不是？来，这你俩这垫子也歪了，人也歪了，垫子也歪了，你们就是个歪的吧？来，站好，两位站好啊，站好。没事吧，三、二、一，开始。
没事。南山吧少林，白树，真的不是一巴掌怎样？没事，但是赢得好棒。结果我们这次的抢剑的游戏，获胜者是谁呢？白树，白树，南山吧少林，南山吧少林。少年，我们的少年往后推一下，跟女神一样，一起往后推一下。好，黑人上道具。每次都考我棋牌。哇，我喜欢那个黑衣人。你特别喜欢哈？对。咋？还可以眼神挑逗，嗨，但是没有表情。刚才呢抢毽子，你这个毽子还拿手里呢，没事，你可以先放到后面。是这样的，因为白树刚才赢得了抢毽子的游戏，所以你可以优先为你的女神选择一件单品，然后之后两队共同去挑选衣服的时间属于2分钟，听明白了吗？好，白树，你现在可以帮你的女神挑一件单品了。是只能在我这边吗？不，两边都可以。做完以后，你选一个比较适合我气质的。虽然我现在你们一定要记住哦，你们的这个衣服要挑的是既时尚又很潮流，而且还要保暖。一定要时尚，我是走在时尚尖端的 model。你的发型真的是走在时尚尖端。没关系，他们先挑好了。对啊，有什么意义吗？就只能先挑一件哦。随便挑一件，我跟你讲，我是衣架子，什么衣服我都穿得好看。好，挑好了是不是？我还没看完呢。哎，不行了，你们这张已经过了，来，现在两队可以开始挑衣服了。啊，哎，你多挑点哦，我跟你讲，限时只有2分钟哦。多挑点，哎，都可以，多拿。这什么呀？这什么裤子？不要这个吗？你随便你挑，我都可以的。哎，这件旁边的四位对时尚有什么见解？女神注意形象，女神，哎，我跟你讲，我们女旁边的四位对时尚有什么见解吗？然后三个，快说要选什么衣服让他。比较适合我的什么衣服呢？我觉得这个边上这个裤子，白叔，毛，白叔，哎，白叔，他给你建议，毛越多的越好。这个边上这个裤子，这旁边的裤子，这个吗？裙子，时尚、潮流、保暖，这个对，毛越多的越好。男坑你的，拿那个扫帚。他可以，我跟你讲，我不怕他可以。时尚、潮流、保暖。不要，我跟你讲，你随便挑，不要有压力。对啊，我们这边还有饰品和鞋子啊，还有帽子啊、围巾啊什么的。哪一个是牛仔？是不是没有限制？这个都可以拿吗？牛仔裤。看哪个都。啊，哪个？哪个？在坑队友。这个吗？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每位还有30秒挑选衣服的时间哦，快点。包蛮好看的，你们还有鞋子，底下还有鞋子，鞋子给我，鞋子，还有帽子，还有包，还有饰品，反正都这样了，哎，不如穿那个，哎，又被他们抽走了，15秒，卡布帽子，帽子要吗？我觉得不需要帽子吧，我觉得不用了，看吧，空篮，10、9。8、7、6、5、4、3、2、1，游戏结束。来，两位少年呢？你们已经挑好衣服了吗？挑好了。少奶奶刚才没有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挑的所有的衣服，你们的女神都要穿在身上吗？我的妈呀！没关系啊，我觉得他们还 OK 啊。你为什么要选2件毛衣？然后来，两位少年展示一下自己挑的衣服好吗？展示。来，往前走，第一位少年白树，来，给少奶奶看看你都挑了什么衣服。哎呦我的妈呀！是真的很保暖啊。对。对啊，外套什么都有。2件毛衣让我穿上，而且是一个色系，我们就是搭配起来。没有，我刚才有一些拿在手里，我是想先拿着，然后再仔细看。这个，我跟你讲，这是我奶奶给穿的裤子，你给我穿干嘛？好。路子好，来，让我们看一下。我的妈呀！就是尖头鞋。对啊，最近很流行，很翻身啊。然后有包。对啊，这种链不可以，把衣服挂好，拿我。你干嘛？偷偷的，少奶奶眼睛很鸡贼的。少奶奶。然后有，外衣。就是百搭的围巾。为什么他们大那么好看？内搭的一个毛衣。
哦，是这样，已经搭完了是吗？那好，那两位女神现在要拿着你们所有的服装，要到房间里面去换一下，好吗？两位女神，拿好你们的服装、鞋子还有配饰。我们能不能只换一套啊？不可以，都要穿上。啊？对，一次吗？对，一次都要穿在自己的身上。哎，那我头发还是要这头发吗？对，头发还是这样。一次都要穿在自己身上。这个妆容不错。你干嘛？白叔啊，回来呀！叔，你要干嘛？回来呀，叔啊！叔叔，回来，来来来来，你要干嘛呀？你要？没有，那衣服太多了。衣服多没关系，冬天嘛，你看他穿那么少，那么少，说不定还冷呢，对不对？你这个绝对会热，好吗？来，其实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为自己的女神挑选衣服的时候，你们有考虑过我说的那三点吗？时尚、潮流还有保暖。哦，有。你有？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只是拿了一套，而我们的白树只是真的是就记住了保暖。保暖。时尚潮流我们不要，暖和就行是吗？其实是这样的，你们平时对搭配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吗？或者是说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就简单一点就行了吧，我觉得。你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风格，简单一点的，干净一点的。那你觉得你刚才挑的衣服适合你的女神吗？我觉得挺适合的。挺适合的。嗯。这么有自信，万一穿出来不好看怎么办？如果中途有一些其他的环节导致最后不好看，我就不承担这个后果。那白树，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觉得还可以是吧？我以为是要挑一些衣服，然后一会儿去换，就是一会儿去自己进行搭配是吧？对，然后我不知道是一次就要穿上。你觉得少奶奶可能那么好的让你们就是只是挑衣服穿吗？少奶奶这么鸡的一个人。也是哈。居然回复了，那时候我很记仇的。然后是这样的，那刚才我看到你们的就是两方的风格不太一样，你们觉得你们可以为自己的风格有什么一个定义吗？比如说或者是韩范类的、日系的呀，或者是欧美的呀，怎么了？白树，你觉得你是哪个风格的？因为刚才看模特他自己的穿着就是那种就比较清新，然后比较活泼的那种感觉，清新活泼。然后挑衣服我就看大概啊是这么感觉，我就先拿了。然后当然一会儿他穿那么多出来是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就是我看了一下白树挑的衣服大概都是浅色系的，什么嫩粉色啊。奶奶绿啊，还有就是热裤啊，那个短裤真的是短到可以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你的风格，你觉得你自己的风格大概是定义成什么？我先看了一下女神，然后我觉得她是比较跟这位女神比起来可能偏稳重一点，成熟一点，然后拿的衣服都偏比较颜色偏暗一点，哦，比较安全一点的颜色，比较安全一点的颜色，我认为比较安全一点。哦，那你觉得，那你们觉得你们挑的服装两位女神会喜欢吗？啊，你们觉得你们挑的，我们这边主要赢在数量上，赢在数量上是吗？是。那你呢？我觉得还好吧。还好是吗？现在呢，两位女神已经换好自己的衣服了，所以我们先把那个服装往旁边推一推，对，绅士一点嘛，对不对？要为女神整理出一条康庄大道。不用不用项链。来，两位少年。请站稳，你们的女神马上就要出来了。两位少年往中间站一点，对，再往中间站一点，好，非常好。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两位女神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是吧？有请红队穆雅兰。一定要有自信范，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重要，时尚就是要自信。我怎么脸是吧？还是很好看的，我觉得。白队范灵儿，女神。好。
哦，赢了！不管怎么穿的，你看穿出韩剧风格感觉。我现在是很想离开这个，真的。好，现在是这样的，请两位设计师分别牵着自己的模特走个秀好吗？有请白树、顾雅兰，牵着你的模特走个秀。不会，怎么走啊？走吧，来，我带你。那边就是我，这边是我。走了，别走，我找过来。来这里，来，来这里跟我跳。这边，这边。可以了。谢谢，谢谢顾雅兰精彩的表演。来，让我们的肖大设计师和他的模特范灵儿走一场秀。来，开始。哇，妈妈的，你是好。回头。两位女神对自己的搭配满意吗？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下面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个是刚才谁让我拿的？它的用点是什么？耐热吗？比较亮吗？为什么它配这个热裤？我不懂，请问这个点在哪？哎，为什么要配高跟鞋？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解释一下，我不是很明白。说呀，为什么你要沉默？看上去还挺好的，我觉得。你笑得说不出来话了吗？已经。灵儿呢？其实我不是偏心啊，就是我们这一队真的很有实力啊，打的那是很欧美大牌那种，让我很骄傲。很向往吗？我就是这个样子呀。少奶奶真的不想对你们俩产生任何的评价，都非常拜神好吗？一个想吃最好的幼稚人，另外一个想赶快菜市场的大妈，非常的拜神。其实说不定明年的风格都是这样的，好吗？对啊，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国际化的节目，好吧？等会儿我去喘口气。好了，现在两位既然已经完成了服装的搭配，那就需要接受我们的终极考验了。哎，一听到终极考验，两位脸上的，哎呀，一瞬间就垮了啊！终极考验是根据导演组提供了三组造型的照片，红白两队少年需要和女神一起完成造型。由黑衣人认证造型，通过数量多的一位少年将获得10万点火力值，懂吗？请黑衣人上第一组造型。我的妈呀！好棒！我们俩了吗？对，两位少年跟两位女神，仔细看好我们这个组造型。就是女神需要穿高跟吗？对，也得这么穿着，非常 fashion 的，就是瑜伽动作。你可以吗？我可以，你可以吗？两位准备好了吗？犹豫，应该可以吧？现在就开始吗？对的，两位准备好了吗？来来来，快！可以的，试试。哦，我知道这两个脚要抵着，是不是很丑啊？现在，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丑。另外一位，干嘛呢？你俩呀？哎、我好累哦，现在这边。我们俩要开始了，你们两个要一起摆的，我们也要一起对呀、啊，要一起摆的。你以为你们俩干嘛？旁边喝茶呀？一样的呀，就那个 pose。干嘛动作摆？这样，这个脚跟我一样。你们两位要摆好哦，来，然后摆好之后，我会让黑衣人上来认证的。不难，就是丑。然后我说一二三，两一起来，一二三。备好了吗？好，黑人上来认证。要再下去一点，你脚要再下去一点，再往这边，你脚在哪里吧？像吗？第一组不合格，第二组。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没有太辣？要换我一下。啊，为什么这组是可以的，是吗？耶！恭喜肖战组获得了第一组造型。
来，黑人上第二组都行。为什么啊？给我个解释啊！黑人最大，黑人牛。哎，你是不是看不惯我？刚刚那个为什么这样跟我？这一组好，这个好难啊。膝盖这一块一定要就是稳住。对对对，就两个就是假装有椅子就可以了。看一下，应该没问题。我就他腿是分开的吗？我不知道，也来吧，来一下，就我们俩一起啊。哦，先练一下，然后这样。哎，好难哦！哎，好累哦！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对，你靠着我，你靠着我，你需要蹲下呀。你靠着我，开始了。你这还有，加油！对，这个很困难。我的天哪，快点！好，有请黑衣人认证。这个很难。起来一点，起来一点。对，小镇再往下一点。你往再快点，救命！能不能快点？哎，我们这组太不行了。哦，女生不行，不好意思，又不行。啊，我们又不行。哦，男生不行。哎呦，这个太困难了，真是整人。好，你不难受吗？做那个动作好累哦，这边要用力。我们太吃亏。又到了我们的百宝箱时间，通过玩游戏，获得者可以获得一个优势。本轮游戏接触挑战，少年们呢，从一到五的数字中任意挑选一个数字，请慎重选择。从一到五，你们两个分别挑一个数字。你最喜欢什么数字？我从现在就开始讲。对呀，你们两个一人挑一到五。因为我穿好多衣服，太热了，这确实太热了。现在能不能申请脱一下？不可以，慎重考虑。嗯，考二吧。选二。选二是吗？白数的是二，那肖战呢？一到五。四。选四是吗？好，黑人上道具。白数，嗯，干嘛选二？四给肖战。就好，数字上的卡片呢，是各自和女神共同的占地面积，也就是说，和女神女神和少年两人的占地面积只有纸片那么大小，好吗？你们两组啊，要站在这个纸片上，脚不能出这个纸片，然后要共同定格十秒钟才行。哎，你背我，背我，对，背我，背我，随便摆一下可以啊。你先背，你先蹲下来背我，背我试一下。两位准备好，这样算吗？这样可以，当然可以。那不脚出来了吗？那不是？但他脚很大，很随意，那脚大没关系，这样对，可以这样就可以了。你先背我，然后再进，你先不忙垫，等他说开始，让他忙吧。我们太吃亏了，我们歇一会儿。好，可以可以。对，小胖的脚丫子这么和后边斗肉。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我颠着呢，我颠着呢，我颠着。三二一，开始。好。小胖东西掉了，加油加油，八秒。七六，加油加油。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可以可以可以，放下来放下来。哇哇塞，两位少年都成功了，那怎么办？那两个人都成功了，那少年们就实现，就实现诺言好吗？好，两组分别都有黑人帮你们共同完成动作，来上黑人。又是动作。对，哇，这个什么？没关系，因为你们都赢得了百宝箱，所以会有黑人帮你们。我的妈呀！让你给我穿这一身，看吧，最苦的是你自己。来，你们先坐，坐不了的话，我让黑人上来帮你们。能直接让黑人？直接让黑人上来是吧？直接让黑衣人来吗？能不能把这个人换成黑衣人啊？可以。你们这么呆萌的问题，我真的想问问你，那你是想让黑人拖你吗？来上黑人，帮忙可以吗？帮忙，我觉得不可以，没问题。是吧？那你要拖着我，我跟你讲，我摔倒了你死定了，我跟你讲。这个要坚持多长时间？对，小郑，你们这边也有俩，你要不要让我摔倒？十秒钟哦。哦那坚持十秒钟，这个动作坚持十秒钟。我看一下那图，然后架到他手上。
好，那我们商量一下，我快一下。一组一组来，一组一组来。我得怎么？你们两个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是看不懂。真的。一组一组来。我命就交给你。先白树，白树这一组，你们先来。先他们。帮我抱一下他。我命就在你们身上喽，真的哦。哎，我跟你讲，我很红的。边上的，能不能把鞋？黑人，能不能把鞋脱了？黑人呢？黑人。哎，大哥，小心点。哎，真的。大哥呀，他唠啥呢？你搁这儿唠热火朝天的呀？大风展翅。来，我们稍微。啊、可以慢一点，小心啊！这样吗？我也是这样吗？我扶着你吗？翻起来吧！哦，老板，老板，在旁边，哇，扶住啊！我现在表情不是开心的，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好吗？不要再一圈了，我要转。你往我这边，你往我这边。来，稍微转一下，稍微转一下，换个角度给我们看一下。对，可以。哎，我已经开始了。十，把脚打开。行。对，你坐的那边。女生的背要直，挺起来。啊！你坐的那边。加油，白树。行，快点，兄弟们。哇！时间到，换了吧。这白树。没事吧？没事吧？对，老师们，两位女神没事吧？没事。整个台下也太讨厌了吧？你看别人怎么没事啊？对啊，我们这边都一直很直接过来。没事吧？没事吧？啊？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是要一组一组，所以白树这组算是成功了，恭喜你们！佳佳，你还要重新再来一次，不好意思。好。为什么？没事。黑人呢？上吧，还得来一次啊！大哥呀，哪去了？大哥，这样好不公平。没事，先往我后面靠。来，刚才我说开始，我们往起抱好吗？来，预备，开始，抱上去了。哎呀，我的妈！来，黑衣人拖住。小心。OK， 计时开始。稍微挪动一下，时间到，可以放下来了。哦，真的好累哦。为什么他放下来？看，我放下来是整个大场地。我没有想到两位居然都成功了，但是什么？我刚刚中吗？是因为这样的，还好吧？你们两位都成功了，所以恭喜两位，都为自己获得10万点活力值。哇！你好浮夸。怎么样？两位女神被我们的少年拖起来是什么感觉？这种福气少奶奶都没有。她整个都在抖，表情也很抽搐，但是她的勇气可嘉。真的吗？对，而且她把我整个放下来的时候直接丢下去，也不管我死活。那这边呢？就是有一种英雄救美的感觉啊！我喜欢，啊，真的哦。对啊，很暖男。那他确实是这样哦，你确实是把我丢出去了，对吧？那你们两位少年呢？感觉是怎么样的？我很轻。女神非常的重，是啊，非常很轻的举起来，挺好的。我轻吗？我真的是够了。我轻吗？那我们的白顺呢？你看，就化妆又不好看，然后头发也不好看，衣服也不好看，然后不要录了。然后这又不是我决定的。抱你的人又在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是因为太完美了，太招人喜欢。所以我问一下，那两位女神，你们觉得这三个环节中，你们觉得哪个环节是最好玩的？我觉得是这个最后一个环节最好玩了，因为就是亲密接触很多，是吗？讨厌，讨厌啊！然后呢？我觉得第一个环节本来应该是最好玩，但是第一个人真的是还蛮爆欢这样。然后白树真的是很贴心，他从头到尾没有嫌弃我，不像那前面两个。我觉得我们这队还好啊，一直都没有嫌弃过我，每一个都没有嫌弃。是啊是啊，你这么美，我也没什么好说，因为我现在确实很丑。啊，是这样的。其实呢，旁边的四位少年刚才看到我们玩成这个样子，你们觉得少奶奶狠吗？狠，真的狠吗？其实我这么温柔，不狠，是吧？你们前面的游戏是不是很简单？把我画成这样，
我们组这个女生很美啊，我们把她打造的。真的吗？是吗？快说我也美，快点说。招不出口，不要。那我们这边的女生就不美了是吗？可爱，唯美，有点唯美，美不美？你怎么那么委屈啊你？因为我用心了，用心了。那这个游戏真的是让少奶奶感触良多，你们两个真的是享尽了奇人之福啊！所有少奶奶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你们两个都享受了。你来，真的我不骗你，你给下次光化妆，真的来。我给哦。哦，他给你化妆，你感受一下。刚刚给我化妆，我是很享受的呀。你现在化妆怎么样？你享受吗？你算了。然后那你们就是觉得这三轮游戏中哪一轮是最无聊的？其实刚刚那个环节其实蛮无聊的。哪个环节？就最后把我捧起来又捧不起来，你知道吗？还有黑衣人使劲，但是你人倒挺好的啦。因为你在我旁边，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好。真的是给个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啊。那你呢？我觉得每个环节都蛮有意思的，没有觉得不好玩的。嗯，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这样现我觉得我这个人很讨厌。没有啊，我只是说好话而已啊。我们组的人都很好，我很喜欢他们。你们两个是要撕一下吗？是吗？你们人也很好，真的都很好，整个世界和平。好，那来把我们的四位少年都请到我们的舞台。来来来来来。是这样的，我想让你们分别的聊一聊今天在我们少年频道玩过这三轮游戏之后的感受。第一个，有请我们鲁思恒来聊一聊。好委屈。喜欢还好。很委屈吗？我哪儿不好了？不喜欢。我很棒。其实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很对不起我的女神是吗？嗯，对，其实嗯，虽然其实我不是，我来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小徐若瑄，我现在像什么？啊，那光光，你觉得你自己对你的妆满意吗？不满意。真的不满意吗？你要跟他说满意吗？那个他满意。啊？还好。还好是不是？其实真的还好，光光，回头你就给我画，全身都画都可以。我觉得其实。我帮他擦的时候真的挺可能没太手法不太好，但是我是挺用心而且挺轻的，对，是吧？挺用心，用心就好啊。好了，那我们的白树呢？照一下，白树整个人都看呆了。我觉得，你觉得为女神搭配的衣服怎么样？怎么样？好看吗？时尚前沿。主要也是根据妆发的基础做了一定的调整，然后是的，然后对，因为。设计嘛，对不对？不能不考虑这个材料本身的这个质量。你骗我！所以刚刚我来的时候，白叔说没事，你怎么画你的五官就是立体、好看、欧美。现在你跟我说什么？怎样？你现在觉得我很丑？对，我好像说过，好像说过。所以说，那现在你对我们的女神做一个总体评价吧。高跟鞋，看高跟鞋。当然，所有的设计都是外在的，材料本身还是很完美的。完美，真会说话，哪像你。那我们的古嘉诚呢？对我们的女神有怎么样的评价？一，完美。我们这边的女神就是通过我们打造更女神。更女神了。他们现在说什么都对的。发一。都特别棒是吗？对。那我们的肖战呢？我感觉我们都很棒。我们这边也是因为前面的基础打得好，然后后面更完美。嘉诚，就是我第一次给女生化妆，然后她满意，那我就很开心。然后我们整体都感觉很好，所以好，那感谢六位少年和我们的两位女神来到我们今天的少年频道，也希望网络直播前的观众继续支持我们的少年频道。感谢手机 QQ、百度贴吧、BGFM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个周五晚不见不散，谢谢。